我是不小心砸死了老刘，然后我就看到他死了，我那时候就也不想活了嘛，我就也想去死嘛，然后小马就拦着我，就跟我说那个，说发生这些不是我们的错呀，这都是毒贩子的错呀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嘛。 他劝我活着，他说你活着，我们才可能有希望嘛。然后我就想到我爸妈妈，我就觉得我要报仇，我要把他们都抓了，我就教你一个是一个。 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实话实说，人到底是你还是小马杀的？是我。 What?